土豆花田你看的差不多跌到跌幅满足之前，你就可以动手了嘛，就这样子啊。其实我觉得国债也是，就是它就跌很深啊，你懂意思吗？大部分的人哈、啊，大部分的高手啦，大概套在颈线啦，听得懂啊？啊不，我不是画687B 那个 N 头吗？那条颈线大概是所有啦，投顾老师也好啦，操盘手也好啦，啊，我优秀的全真小哥老师也好啦，哈、啊，都是套在颈线啦，听得懂吗？啊，颈线就是一个法人出货的陷阱。应该说主力出货的陷阱啊，理论上颈线是很有撑的啦，但是他直接，抵抗一下就灌破了嘛，啊、就灌破了就是个机会啊，你买进的价格都会比专业的投资人、专业的投顾、专业的当冲的高手们的成本还要低，但是不代表不会再跌啦，就这么简单，就像你现在买进成本就是比我低啊，我的成本超。